大家好，我是三明啊。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不在法国，不在比利时，是在河南开封。那么在的这个地方是在开封东边曹门附近，这边是回民中学，而这边是这个天主教河南开封教区之前遗留的一个教堂。那么天主教啊，之前在中国的传教，说实话啊，对于中国的近现代史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也对于整个的这个中国迈入近现代化有很多很多的贡献。有人说这天主教我略知一二啊，那不就是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说是要把这个天主教的这些腐败的十一税给打倒吗？啊，对，那是过去的那个天主教，那罗马教皇不但是对这个穷人收十一税，对所有人都是收十一税呢，后来还去卖赎罪券，所以说这个马丁路德才引起了这种宗教改革。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这种宗教改革只是催生了新教、清教 Puritan Protestant 啊。那么他们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我对于上帝、我对于圣经的理解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需要经过这个罗马教皇、罗马教会。但是天主教他自己也感受到压力，也在改革。圣伊纳爵啊，伊纳爵这个人当时是看到新教这样的一个蓬勃发展的这个势头，那怎么办呢？我也希望去改革天主教。所以你看上海徐家汇那个教堂叫什么来着，叫圣伊纳爵堂。那么他呢就在天主教内部主张什么苦修，而且啊自己要通过自己的这种苦修和传教去传播主的荣耀，去彰显这个罗马教廷。所以这个他创立的这个东西叫耶稣会啊，这个耶稣会是天主教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而耶稣会的格言叫什么呢？欲显主荣，通过我的这种传教，让天主教和主的荣耀能够荣耀世界。那么伊纳爵他有一个好哥们叫沙悟略，那么他是最早来到这个远东传教，他呢是跑到了日本，然后在日本这个地方还发展了一些基督教徒。您就比如说这个官员核战的时候被斩首的那个小西行长，对不对？本来他作为这个战败的武士应该切腹的，但是天主教哎，他皈依了天主教了，说这个天主教是不让自杀的，那怎么办呢？只能被判斩首了。那么沙悟略在日本传教的时候，发现日本受中国的影响很大很大，也想来中国传教，但是明朝是对于整个的天主教是绝对绝对的这种禁止，所以说这个沙悟略是死在了广东的一个海岛之上。但是在他之后，这个耶稣会是长江后浪推前浪，那比如说利玛窦，那再比如说这个汤若望，那么明末清初的时候，这些耶稣会的这些会士，天主教的这些人来中国传教的是比较多，而他们的这种传教也是改变了中国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有人会说啊，那这些传教的人，你包括英国的圣公会啊 Anglican 啊，那个是另外的英国国教了，但是他们都可以归为基督教这一支。有人说圣公会也好，你耶稣会也好，你来传教，你固然是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这种技术，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但是你的前提是要求别人得这样，要求别人得画十字，要求别人得信耶稣基督，你这个样子是夹带私货，人家凭啥无偿帮你啊，对不对？那不是所有的民族面对这种天主教这种传教都要么就是我一心一意的皈依他，要么就是我像义和团那样身上涂满狗血，这是二极管思维。你看看日本是怎么做的。总之啊，这个耶稣会是给大明带来了这个先进的历法，带来了先进的数学。冷知识啊，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农历啊，很多人说这个可能老旧的这种传统的农历，中国传统文化，告诉你啊，那个是耶稣会的这种修饰，帮助中国去改进历法才能得到的一个东西。那么整个耶稣会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当时正是西方整个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那个时期，不要以为天主教会它就是封闭的，它就是排外的，它就是排斥一切新鲜事物的，但是很多的时候他们也是在积极接纳这些东西，然后呢他们把这些历法几何原本，对吧？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是这个利玛窦带到了这个中国，然后徐光启给翻译的。
那上海那个徐家汇就是徐光启他的这个家族的墓地所在，然后徐光启是想办法让中国让大明有了第一支近代化的火炮部队，结果呢一只鸡葬送了大明朝嘛，对不对？这个孔有德的那支火炮部队因为一只鸡的这个缘故然后投降给了这个满清等等等等，所以你看大明朝末期对于这个耶稣会对于传教士是什么样，你看大清朝末期是完全完全一样的态度。所以有人会说这个大明如果到后来这个国家这个整个的历史能好一点，这个并不能好半点。你看大明朝到后来搞了一个南京教案，就是你徐光启礼部尚书你为什么去信仰耶稣，为什么去信仰基督教等等等等，你所有所有的这些东西我要拿你去兴师问罪了，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我要掌控你一切一切的思想，所有的这些宗教都是异端。但是即使如此，这个耶稣会也还是在华不断的这种传教。那么清朝的时候是有那么一些传教士在这个朝廷里面，比如说这个给这个乾隆皇帝给雍正皇帝画画的那几位就是典型的耶稣会传教士，但是呢这些传教士给中国带来的什么东西本来可以这些中国的统治者那拿来这些东西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所以说有人说这个都是西方侵略什么什么的，那是西方侵略也带来了先进技术，你怎么对待它那是你的事情。那么这个真正的这个耶稣会也好英格兰圣公会也好在中国大规模的铺开传教，那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情了。所以你看在开封这样的一个地方还能有这么一个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会堂，那都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情了。那朝廷就是不让你传教啊，那雍正皇帝是下旨绝对禁止这个耶稣会传教的，因为蛊惑人心啊，那个宗教这种蛊惑人心再加上这种西方的这种治病救人之本事那比传统的中医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大概在这种耶稣基督会那这个耶稣会这边也不太会有那种把那个女婴给扔到那个塔里面任其这个死亡这样的事情。那即使如此这个西方的教会也是跟中国的民众有非常非常多的冲突，对吧？那个育婴院是不是把那个小孩给剖腹挖心啊，所以说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教案。而在这种教案里面官府是躲在后面支持那些反对教堂的民众，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的心态就很微妙。有一些民众呢是希望哎，我躲在洋教的后面给自己找个保护，另外一些官府呢是我躲在暴民的后面，那我不方便自己出来去反对西洋人，那我让这些民众去反对西洋人啊。你看人民群众的意见嘛，双方都很鸡贼，最终就酿成了这个十九世纪末啊，我们说山东的各种教案，再加上义和团，等等等等等等，你会发现这种耶稣会吧，英格兰圣公会，整个对中国的这种历史，你说它是传教的，那么请问哪个国家去到国外，他没有说夹带私货？关键不是在于他怎么样，而是在于您自己这样的态度。你想想这个日本吧，能够把这个约翰佩里提督上岸纪念地，那个黑船来日本的纪念地当成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遗存。那么日本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约翰万次郎，那只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渔民啊。你再看看这边饱读诗书四书五经的这些人面对西洋之变化为何如此之愚钝。对，我回头专门做一期节目讲讲张之洞啊，这个晚清重臣他的故事啊，他是如此之愚钝，那到底是谁的原因？所以说这个耶稣会啊，英格兰圣公会对于近代中国它的这个影响非常的巨大，但是这个影响到最后是拧巴的，而这种拧巴的历史谁说到现在要结束了呢？好了，我们今儿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点亮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